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哈、哦，这是我们地球的磁场，哦，地球的磁场。那如果说哈、哦，太阳它会把一些带电的粒子哈、哦，把它，诶，借由太阳风把它吹出来，吹出来的时候，那它会受到我们地球磁场的影响，它会从我们的这个顺着我们这个磁场方向进到我们的，诶，进到我们的这个大气层里面，然后会跟大气层发生摩擦。如果说是氮气的话，哦，氮气击中氮气的话，它可能就会发蓝光；击中氧气的话，它可能就会发红光。所以，太阳会把太阳风会借由，哎，太阳会借由太阳风把带电粒子打进来，会受到我们地球的磁场作用，从南北极把这些带电粒子打进去，然后跟空气发生摩擦，因而产生极光。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